叫什么？叫老爷了。那个有时配合都是配合，就是可能有时候应该就像，因为我不确定像 Switch 就他们自己做的。哦，对，其实基本上你可以，对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台迷你的 PC， 也就是说今天在那个笔电上面能做的事情，其实它基本上都可以做到。对，所以今天你要玩 Xbox 或者是 Epic， 或者是甚至 Apple 那种，对，都可以。所以它很像那个 Steam Deck， 但是它好像又比较轻。哦，对，我们整台机台大概是608克。哦，对。它容量是多少？你是说内存吗？像这一台的话，它的 spec 目前是这一台是512。对，它这边显示卡。显卡的话，它其实没有，它不像是笔电有所谓的 CPU 跟 GPU。对，因为它这里面搭载的是我们跟 AMD 家合作的这个 Ryzen Z1 Extreme 的这个叫做 APU， 它的显示晶片。对，那这个显示晶片蛮特别的，就是它同时是具备了 GPU 跟 APU， GPU 跟 CPU 的功能。对，哪一个？这个 Ryzen Z1 对，它这个有点算是独家为了 AMD 独家为了掌上型机台独家研发的一种芯片。哦，你说我们品牌吗？就是 ROG， Republic of Gamers。对。我们算是华硕的子品牌，但是比较是主打的是玩家的那个电竞市场。第一次出游戏方面，游戏就是掌机，对，这是算我们的首次的第一次的掌上型的掌机。不然以往比较多主机的产品，像芯片啊，或者是一些周边的键盘，售价有，其实现在都已经可以预购了。但怎么选预购好像已经抢购一空。台湾区的话，价格我印象中可能还是要选上它比较贵，但我记得应该是23000左右，买大概两万四。对。但其实因为它现阶段在市面上应该算是最性能上是最好的，我觉得它算是很轻的。对，它真的蛮轻的。对，而且性能绝对，我觉得应该也是。目前市面上算是蛮强，但是它又偏大台。好，谢谢。不会，进游戏梦啊，进游戏。游戏吗？可以。它的特色是 Windows OS， 然后可以玩这些对游戏。没错，因为基本上它今天如果是跑 Windows 的系统的话，其实你就可以把它视为是一般的 PC。对。所以今天你在笔电上能做的任何事情，其他都可以做。除了玩游戏之外，你甚至如果你要进去PowerPoint 或是 Word 或是 PPT， 对，它其实都办得到。它是说显卡性能没有像那专业笔电。哦，对，当然。但是因为他们这一台我们是有独家的这个接口，那接什么？接什么东西？接外接显卡。对，所以当我今天如果我买了一张，对，买了一张4090的显卡接得上去的话，它就会变成一台具有4090的一台系统。对，它也是打死你。你说竞争对手吗？对啦，因为像现在的 Steam Deck 算是我们最主力的竞争对手。对，不过现在也不是外接，这比较小，还可以外接。哦，对，但 Steam 如果它换方式来讲，它可以外接。投影到电视，但是可以还可以拍。Type C 它就是 Type C 了，对。只是它的优势在于说，我们设计的这个独家接口，它可以在外接我们的一个叫做 Extreme Mobile， 它就是外接显卡。所以当你外接上去之后，它的性能还可以再上到去。对，可是 Switch 的话，它就是那台机。对啊。那你外接的话，它没有这种性能。对，它只是投影到更大的。没错，在那边上市，已经上市。对，现在台湾区都可以预购。日本正式上市前好像会晚一点。对，我们正式的发表日期是在5月10号，我们的线上发表。对，我们线上发表。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发表会完之后，过没多久，台湾区跟美国都有开放预购。对，预购之后现在还没有。对，现在还没有。我们预期应该会在。
在六月中，可能十三号前后，这边就是会正式上线，会正式上架。对对对对对。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对，我们也是，我们也是这样合作。其实，如果消费者在购买完之后，我们其实是有附赠三个月的包。对，等于说三个月之内，你只要充你的账号，然后开通了这个 Game Pass 之后，这三个月之内，它们上面都是会流量，这里看到吗？三个月，露水。它可以读光碟版的游戏，光碟版的游戏哦，好像是光碟的话，光碟版的可能有点 game 的动作性有点困难，但是我觉得是可行，是可行，就是当今天就是。